要讲的，就是讲，咱希望宗教是一会当帮助这个社会，咱无希望宗教是阻碍这个社会。啊，要哪帮助伊，就爱有引出的迄个架势，吼，伊有法度引出的迄个力量。啊，所以伊展示出来的应该唔是迄种。啊，予人心肝袂开的迄种哦，教条，伊应该是一种会当开展、开展咱的眼光，开展咱的搁较悬、搁较好、搁较包容、搁较进步的价值观。哦，宗教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核心价值，一种对人性公平的愿望。哦，所以迄个物件，咱用这个物件。来个好建功，咱即马所了解歹无感到，咱即马所了解佛经感到。哦，我较希望的是讲，咱的宗教会通行这种的路线，这个路线则有法度，予咱的下一代会通认同。啊，无到遮，你讲台湾的佛教来到遮，伊确实有产生一个问题，甲下一代有迄个断气的感觉。啊，我相信基督教。嘛，加减有这个问题，所以有则有这个，他拄啊，天明教授讲的，讲这个啊，这个弄这个物件，哦，这个愈来愈无属于倒一个教会，迄种信仰会愈来愈济，啊，大家就去个meditation就好啊，瑜伽就好啊，哦，那有需要有啥物，较中心的迄种信仰，啊，这就是咱伫这个时代真无同款的一个，迄个，哦。转捩点，嗯，我上接到叶秘书的迄个 email， 我才知讲因夫妇吼，去年安尼叶秘书有脊椎手术，啊，迄个 Grace 吼也有跌倒啊，脚的手术，哦，啊，我安尼捌小可 involve 一下，我知讲吼。写稿啊，参访业面都搁请人来，啊，明明满啊真多啦，啊，大家拢有会啊吼，所以我会当知讲因的辛苦，啊，希望讲有少年人过来接落安尼，感谢你。我想哦，咱讲今日唔忙的少年人吼。你咱在讲是在讲伦理甲宗教，这个伦理咱大家较会当接受哦。这个宗教吼，老实讲，买宗教毋是讲会无准宗教会煞去啦。但是宗教吼，你若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吼，无真多啊。但是。宗教会继续存在，你无法度人消除啦。较难无奈存在。啊，但是问题就是讲，宗教煞变作咱遮老尾仔在信的啦，煞毋是遮少年在信的。这是咱今仔日你若要讲宗教，咱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面对讲咱的后代无人要甲咱信。啊，咱免喏。啊！你讲啥人来无爱信？我讲予你听哦。我从细汉就是教乖囡仔啦，但是我对人去教会哦。我从细汉到我工作一世人哦，到我退休以前，我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啊。我嘛真深信这个基督教，我实在是一个会使讲是真热情、热心的基督徒。但是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但是我是去教会拢咧算啦，无咧毋捌读圣经啦。啊，圣经有啦，听牧师咧读哦，是对人念念，我拢毋捌一代咧咧读圣经。我即马我毋捌佛教哦，我无咧讲佛教，我是讲我嘛毋是天主教。但是圣经，我伫咧细汉的时，圣经我读到，我也无咧认真啦。我毕业来美国哦，我那是非常认真咧做工课、读册啦吼，读册啊、结婚啊、娶某啊、食头路、趁钱，我无咧读圣经啦。
但是到我退休哦，最近是十几啦，即退休以来哦，我开始读圣经哦，即我即个基督徒所以伫咧变质啦。上头啊咧变质的时，我无咧知道哦。老实讲，我嘛也会，迄阵啊退休以前我，我毋捌伫阮兜咧读圣经，不过我是真热心的基督徒啦。同时。你用一个这个什么宗教跟教会来吼，我一听你教堂，你参我咧想着相款的吼，所以嘛讲来帮参加哦，参加了开始读圣经了后吼，我愈读全愈无信。对旧约圣经创世纪这读的吼，摩西五经哦，我拢无懂。啊，偏偏买圣经哦，牧师咧监督我，伊咧讲伊的，我咧想我的。啊，像他拄仔伊咧讲，那是约书亚太死人，我讲太死约书亚，你读唔对伊啦。你个解说，你个遐后边一个人咧指挥咧迄落啊吼，一个万军的妖花，迄个妖花是啥物人，我唔知啊吼。你若甲旧约圣经哦，你若认真甲读落到底哦。对创世纪摩西五经读到尾啊，我愈读愈不信了。你即摆搁煞落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吼，也是相关啦。你讲，咱的迄落头啊，迄个四福音书，我读哦，我读马太、马可、路加哦，读到一半尔煞读袂落去，因为。我读边边同迄个圣经，同迄个字，同迄个文字，但是我看到的，我读到的，参你读到的就无同。牧师咧讲的是，伊咧讲的，甲我咧想的无同款。啊，所以伫遮哦，你讲要咱这个宗教若要存在哦，你若无深深的反省，你若无法度人，或者少年人，无法度人接受咧。咱的圣经安尼对你，我想无甚物前途。你讲你读出来咧想讲，即个要来甲拍死这少年人，我想迄少年人无咧甲你知道，无咧甲你听。这就是咱要探讨，讲到底咱的宗教到底是欠啥，啥咱无法度传落去。我老在探讨家己啦，咱就是爱来探讨。我是感觉非常困难，无唔对，非常困难，迄就是咱无找着。咱无找到迄，到底来问下你有啥物？对啊，但是就是咱今仔日要探讨，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就是要讲宗教吼。嘿，啊，这个宗教我有宗教，我要讲嘛，讲未了啦。无啦，就是要讲到讲咱讲的物件。啊，今仔日开始拢偏对政治去啦。无啦，无啦，拢要处于政治。嘿，是，咱咧讲政治的意思，唔是要讲政治，是要讲咱拄着冲突的时阵，要用啥物态度？吼。对，这咱也讲安尼，我讲到这就好吼。哦，安尼，大家若要来，想讲咱将来要来反省哦，咱来反省。对，唔要讲的，就是讲咱去讲宗教够有价值，吼，够有价值，安尼传落去，啊，要用什么款的语言来甲咱的后一代讲话？要用什么款的语言来甲下一代讲话？我了解，你咧讲的我拢了解。哎，即摆就是这个。我同意，吼，唔是了解的，我嘛同意。譬如讲，但是我哦，我家己无办法。譬如讲，我愈听哦。我讲一个吼观念，比如讲，自由，自由伫圣经是啥物意思？自由伫佛经是啥物意思？吼，自由伫佛经叫做解脱。啊，解脱是啥物意思？吼，就讲啊，讲予少年人听，讲哎，这个是我要爱的。吼，我会当无解脱，就是台语，就是叫做无束缚。大家拢无爱互绑，吼，无绑，伊叫做无绑，无绑，佮一个台语叫做无解。所以在佛经裡面叫做空，哦，空這個字，空這個字，我相信基督教有同樣有什麼樣的東西，有相近的東西，這個東西我相信它對下一代的人同樣有吸引力，有它少年要愛的東西，哦，比如說你亂愛，或是說你找頭路，或是說你競爭，你要怎麼有辦法在那個競爭裡面无解、无白，哦，这是一种诶心态也好，
境界也好，宗教的心情也好，是有咱有法度甲少年来讲，吼、哦，要探讨就是讲，咱即马要提啥物叫做宗教，还是讲拜佛，还是佛经，伊的精华是啥物？伊上内底上界有价值的物件，吼、哦，会当甲人甲下一代交流，迄、那个语言到底是啥物？迄个关键的词，关键词是啥物物件？对哦，我对佛教较无熟啦，吼，教我完全拢唔知啦，吼、哦。你即马来讲对啦，你安尼，但是那照我所在对基督教国家真困难嘞。迄圣经拢是三千当前、两千当前写的啊，乌纸白字啊。啊，迄当时人诶在读，因诶想法，因诶解说，啊，我即马咧读解说无共啊。所以我現在不知道，牧師來解說他是剛才在講他的道理，我在另外講一套理，現在你講另外一套沒關係，現在就是說咱要讓這個講解對拜佛的講解，你這樣講你討論的時候要讓人覺得說你這管你講了更加管更加有東西更加聽人更加聽得下，咱咧啥物叫做讨论？讨论就是有一个冲击，有一个规划。我讲一个例子，你听。迄古约圣经、新约圣经，迄拢是三四两千当前、三千当前写的，是乌纸白字啦。啊，你敢若创世纪讲一读咧吼，我想讲，哇，这创世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哦。啊，人这创造宇宙万物，人牧师讲做，一日是几万万日当啦，有偌久我唔知啦。但是，有用圣经嘛，甲你讲，哇，阿东啊，我爱一代一代落来，啊，一日就是几万日当，我唔知哦。但是我想讲，哇，创造阿东啊，我阿东，啊，创造阿东噶阿东，噶阿东噶我阿东食几回，阿东食几包回，我唔知哦。啊，一代一代哦。啊！迄家谱，啊！你家己，我算算咧，都5000单尔，5000单啊！上正经哦，一单几亿单哦，可能。阿东啊，我唔着几来一回，阿东啊，我唔着几来一回。所以，即落教育里面，甲少年人解释，无法度通解释。我干那迄个创世纪，遐我着读袂落。哦，啊！老师甲你讲这。古约的圣经创世纪，哦，啊，什么上帝？你讲阿东甲阿伯拉罕、阿东阿娃，什么上帝？只蛇在讲话，吼，啊，阿东阿娃在讲话，啊，怎嘛？阿伯拉罕在讲话，我甲头起咯。你当时敢无语言？你讲伊当时讲什么话？我讲我都唔知影，讲伊讲什么话啊？啊，上帝甲只蛇在讲什么话？我嘛唔知啊。啊，即马讲，你传道书，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读到啥？传道书哦，我唔知影传道书。我跟你讲，所以我讲，咱先卖讲你读无的啦。我唔是啦，咱即马讲你读无。我无，迄当时就无古建啦。无啦，迄当时也无文字啦。哦，啊，无文字是安怎？圣经是安怎写出来？都无文字哩啦。你知影无？文字是伫上早的文字，希伯来是伫。公元前1500年，迄阵才开始有文字啦。嘿啦，迄个以前哦，是涂骹咧画红啊，伫遐壁面咧画啊。啊，你讲要别个落咧讲话，四五个人伫遐咧讲话，伊说咧讲话是传几千单才写出来。是啦，是啦，啊，就袂紧啊。因咧讲甲你咧写的时间是差几若千单开，几若千单。哎，会使卖计较迄无啦？唔是卖计较，我是讲。你圣经假写安尼吼，你是用什么文字？哎，出来都无文字。啊，你要计较的，都无古根啊！你要计较，都无多讨论，咱就是暂时甲当作讲，啊，都有安尼口传落来，安尼就好啊。口传都口传都系信的。我你一步你干那讲口传，我未信的啦你。你爱去了解这个圣经的来源历史啦。你 context， 你想讲无人信。遐当时啊，有一个 group， 有知识的人，或者 Gnostic， 有一挂有知识的人，耶稣学生去外口在讲，有一挂人写，
就问问题就是哦，这什么？满家公鸭，我不跟你讲了。我跟你讲，我不会跟你讲了。Let me finish, OK？ 以后这个纳税给人下，这个人下一款，所以这个耶稣定时十字架就差不多公元三十年，到啊三百几年罗马开始统一中间，迄、那个经文是。过了百万，无相款。啊，迄、那个中间，大家信仰拢无相。耶稣是人，啊，耶稣是神，啊，是神，啊，是人，这是上大的政治嘛。啊，是到到这个罗马，迄、那个康斯坦丁决定，要信基督教，啊，以后才变做国教。迄、那个时阵。伊开伫内省开迄个会，所有只经文摕来，那无下拢无采取嘛，毋知存就即几本。所以你讲上帝启示写的，毋是干那只个人啦，其实也有一挂人。有一个人，迄阵甲即个内省对上，一个 bishop 是 Arius， 啊，即个内省也是这。新时阵才开始有分歧啦。吓，啊，咱世间哦，你有钱，分歧是最最来。咱若要讨论，无啦，迄阵是有钱了啊。咱嘛知影，讲圣经，你讲死的福音是耶稣死了过了十年后才开始写出来嘛。啊，就是用口传的啦。口传的对哇，即马卖讲口传啦。当时才开始，这个世间当时。第上早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意思我来讲一个 positive， 我讲一点， yeah. 我讲一个 positive 哈，我是 non-religion 嘛哈，啊，但是呢，我拢去学国语，我去学尼姑啊哈，我拢去迄个南湾的迄个长老会，迄个西门遐，哎，我逐摆吼，牧师拢学国语之前爱一点钟，牧师来甲我讲，啊，我唔是基督徒，唔是逐摆就天顶的飞啊，哎，我甲你讲吼，这祷告我就。Very calm， 啊，佮阮讲一寡故事，拢足好个，吼、哦。coincidence 的故事，为圣经讲故事。我同意啦，吼、哦。我从囡仔，我佮啊，我佮七十岁以前吼，我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哎，啊，伊就讲一寡故事，我特别哦 ，very calm， 啊，一点钟讲完吼，我唔是基督徒，但是 I really appreciate， 我就感觉啊，我还袂要 convince， 但是我愈来愈行愈活，我感觉讲。肯定爱困定你的计，我肯定七十档呢。我七十档，我才开始讲。阿哥，你看在哪块领金呢？我肯定呢，起码在领金。我是，我是七十档。做这个 group 哈，对你跟你抓对无上逻辑了。不，好满意了。你有职业本来是有困定的部分，真多底下。我拢经过，我七十岁了后，你即摆拢无安尼，拢无肯定安尼，即摆拢无啊，拢无一个肯定啊。即我愈读圣经，甲愈无信用。我实在是吼，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来美国了后吼，我大部分时间拢伫讲英文来礼拜堂，因这讲的甲这台湾人讲无相啦。因是真正伊个牧师甲你讲到了，互你转去会晓想。哎呀，对这个性格来，这是什么？咱卖讲这啊，我可能爱在讲哦。当时才有语言呐，当时才开始有文字。这咱这无人，当时才开始有法度人写文章啦。啊，你若讲语言是希伯来，语言是外最以前还是你讲的嘛？那是对马可传书哦，去变出来。咱若要讨论吼。你若要讲无共的，咱无法度讨论。咱要讨论吼，爱有共同的前提啦。咱爱讲，即个讨论就是讲圣经，还是要写出来啊？无，你即个讲的都无共同的前提。写出来。林教授，当时开始这个圣经有无古典这个，这个有文字，敢是为保罗、所罗门迄阵，迄个完全高百。那圣经吼，是迄个上早写的是公元前。一千年啦，啊，迄个叫做 J document， JEDP， 对啦，无共时代写。但是即摆 JEDP 无底线，无底找啦。爱讲完整一千年前，伊阵啊才开始有文字啦。有文字甲有文章，搁是两回事啦。我
我过来头壳乌白话啊，一个汉嘛是文字啊，一个腰，这就叫是 scripture， 迄毋是各种文章。宗教的定义是啥物？你来讲一下，啥物是宗教的定义？好，今日恁宗教的定义就是。别人迄个较袂小心的地方。宗教的定义是啥物？宗教的定义就是讲咱人究竟的源头，吼，咱的共同的来源。啊，这个咱上界亲密的关系，哦，宗教是咧探讨讲咱上界亲密的关系是啥物。啊，咱若要探讨，咱就是要为咱共同的前提开始，咱要有共同的分母，哦，共分母，要有共同的分母。你若无共同的分母，啊，一人要讲一款，无提出一个共同的文字，咱就无法度讨论啊嘛。这个共同的文字，我咧讲就是旧约圣经啦。瑞经、易经、批经、理经啦，迄拢袂紧啦。即摆就是讲，啊，这个理经是安怎写出来？迄拢袂紧。即摆就是讲，你讲的语言我爱听有啦。啊，我即摆咧，你听无？你讲的是啥文字名嘛？即个迄个对对啦。啊，当时开始。我讲袂讲道理，你甲我讲一个道理，迄内底是写啥物道理？哦，迄个道理是要人和人甲人会当连接，迄个道理是啥物？宗教一定是一个连接的物件，要让咱人，不是要让咱人冲突，是要让咱人会当连做伙。你咧讲的我清楚啦，但是我咧讲是讲咧三经三经的这一经一经一经哦，迄都无共同。是啊，我先做安怎连接？我都连接袂，我有诶就是一本《约圣经》啦。无法多连诶，无法多连诶，咱就先甲囥到边啊。啊，你甲摕边啊，圣经甲摕边啊，你都免宗教啊，你。未啦，未啦。我先要甲你问这题目吼，啊，有伦理，还佫需要宗教信仰。啊，恁这伦理是要哪个地方？伦理就是讲将心比心。无，我即马佫讲个吼，就是讲迄个每一个国家社会拢一套法律，法律一个程度上相当接近这个道德，当然毋是道德啦，是伦理啦吼。每一个现代社会拢照。政府一个现代体制的管制，照你的definition，这就是伦理的治国嘛。每一个国家拢用因一套伦理去治国嘛。就是讲，伊这宗教甲不属于这个政府体制内底嘛。secular， 啊，这个 secular 就是一个 ethic basis， 拢是安尼。每一个社会拢安尼，现代社会。法律是你讲这个什么物件会使你自由，什么物件无自由？法律是你有一个可遏制、你讲强制的物件，啊，有一款物件是袂使你讲强制，叫做人权嘛，啊，去保障人权。哦，这个是 free from 嘛，你要有迄个言论的自由，哦，啊，你的自由袂使你去讲，譬如讲去讲啊，做假见证。伦理就是讲，咱这是为遮开始讨论，讲有一挂法条有可能是多数的暴力，迄个袂使嘛。哦，多数暴力伊会侵犯这个人权嘛。人权就是讲，唔是你会使咧讨论，唔是你会使咧讲往多数管，迄叫做人权。法律有人权的部分，佮有伊经济的部分。啊，经济部分是会变，随着时代咧变，有当时因为。大家若感觉讲这无妥当，啊，会讲妨害人的自由啦，还是讲妨害人的个别的差异啦，伊就可能是无好。我即摆讲现在社会拢有 Bill of Rights 嘛，对，拢有保障啊，所以基本上讲的就是拢一伦理一治国嘛，讲也是安尼嘛。所以我是无了解，是讲你这个伦理甲咱我怎么了解这个现代社会这款伦理吼？我甲讲是伦理啦，甚至就是迄落型。是咯，啊，即物就我要探讨的是讲宗教敢有价值去领带这 Bill of Rights。我认为讲宗教会当，但是无展现出来，所以伊对下一代无吸引力，因为伊无展现，伊无用伊的口头来表达讲，这个境界是比 Bill of Rights 更加好的。因为 Bill of Rights 作侪物件是无法做。无法度实现的，目前是无法度实现的。譬如讲平等，那平等一定有左派甲右派的问题。
啊，正甲、强甲，吼、哦，有诶讲爱有啊，最迄、那个尤尼无所用，吼、哦，因砍呐迄种诶，吼、哦，有诶反对讲迄你安尼造成人诶贫困，吼、哦，也是讲咱美国诶即个 homeless 诶problem 足严重诶嘛，吼、哦，啊，即、這个物件你拄着 Bill of Rights 诶时，伊会冲出，啊，冲突诶时阵，宗教诶态度是啥？吼、哦，我认为讲宗教爱来领错，但是伊即摆拢无迄个领导力，完全无。我认为啦，少年人伊对宗教较无遐趣味吼，还有个真大个因素吼，因为真侪人在宗教背景，啊，甲这基督教这传统迷信背景拢无共，所以斗阵就去讲真。因为偏讲伊要去地就结婚，美国差不多比例相当高，我像无办法个数据，就讲伊这 interfaith marriage 足悬。所以，因在这种情况之下，金融中国平台因为讲嘛，就是重视这个社会这个普通的规划。你讲将心比心，我咱普通讲无论路，无论路桥对每一个文化拢有嘛。是。所以变作讲，所以你即马讲利用宗教来领导的时吼，人会倒转嘛。对，啊，我即马讲的宗教，就像陈天明教授讲的四啊四趴。愈来愈侪的倾向，就是讲，伊是无属于任何教会，但是伊有可能是信心，因为无信心来讲，有可能在5%尔咧。但是无属于任何教派，有可能有4%。啊，即、這个4%免咱讨论。吼、哦，啊，已经要坚守教条，迄就免讲啊，因为伊若要吼，感、哦、觉伊会是对别人个拢唔对，迄无多讨论嘛。咱就讲，愿意大家愿意退一步，愿意认定讲宗教就是听堂这两字。宗教就是听堂，愿意安尼想嘛，咱就会当较客气嘛，较谦卑，大家人退一步讲，啊无咱安怎会当阁牵做伙？咱的关系是安怎才会当阁牵做伙？啊，安怎才会当阁去深入讲啊？这个人权是啥物物件？因为人权嘛是一个真，当时啊嘛是真抽象，要甲实现的时候嘛是阁遇到足侪困难。啊！伊需要搁较好的心量去看待这个物件，啊，搁较悬的智慧去看到讲，啊，这是不是有可能？哦，突破咱互相之间的迄种，哦，迄种距离。对啦，你这样我讲哦，还是我想要讲的，讲你这讲，听心的哦，每个宗教是拢安尼是，六款都无问题。啊，问题几啊年前伫美国，因为美国迄阵 gay marriage 也未通过时吼，哦，因在招一阵各种不同宗教人拢出来反对，是包括连佛教，嘛，那左右者会上出来，我嘛错者，就是讲各种不同天主教、那个东正教，有无拢出来反对？这嘛是宗教。是，啊，迄就是无找到咱共同的所在嘛。宗教放弃掉。宗教甲非无宗教信仰的人，伊共同的物件是啥物？我较讲实际问题啦吼，拄仔迄个先生讲语言的代志，啊，我伫教会吼，若是大多数拢是台语的，我着用台语，因为确实无法度，互每一个人拢听有啦。啊，但是咱若伫台湾人的社团，几啊百个，咱的演语言就是要互听有，所以一个迄个。情况下，不得不就来讲北京语啦。所以咱一句话咧讲啊，讲主啊，莫好好有偏见，吼、哦、偏见唔好吼、哦。但是并唔是讲无主见，吼、哦。所以一寡人伫迄个大场合无用北京话时吼，伊、哦、人感觉话啊，你讲我拢听无。所以迄是一种礼貌，是一种个或者啥 flexibility， 就弹性。哦，所以咱就莫讲安尼，我一定对什么情形安怎，我感觉是安尼较好滴。我是感觉这个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哦，你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天主教意识形态、佛教意识形态，我们不就是想？啊，宗教的人底下咧讲意识形态。讲了想亲佛接地气，啊人少年人就无爱去信，无爱去教会，所以即摆愈侪少年人无爱去教会，啊像意识形态就像迄落台湾哦，民进党领赢的人，国民党南赢的人，吼、哦，大家意识形态无相像，
啊，就真侪人就是讲啊，我拄我是差不多这这那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正来正去吼，少年人就叫做结识个面，都不爱讨厌这个代志。所以即摆就变台湾人就是讲有个人要做做。所以有个人政治家用白色力量啦，讲我拢无咧讲政治啦。啊，其实这个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吼，宗教嘛是一种意识形态。啊，大家伫遐争来争去，吼，就谈到伫阿吉讲，这个天主教，你无，就坚持讲你无受洗，你就袂当进天堂。哦 ，period， 啊，这款的意识形态吼，这人家你若无接地气的人吼，有的人就是真讨厌这个代志，啊，不爱去相信。啊，所以愈来愈侪人不爱去教堂，就是这个原因。我愿望的一种吼，有一种诶 interface 的竞争，我愿望有一种的机聚会，伊来做伙是讲，你真正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人。你真正是一个信佛教的人，还是讲你是无属于任何教会？啊，你把你信仰内底上好的物件，你讲出来。你讲这个物件，我相信大家拢会当接受。你敢讲这句话无？哦，一个信基督教的人，还是信天主教的人，还是信佛教的人，还是拢无信教，但是伊有信仰的人，伊把伊生命中，伊感觉讲伊上受用的，讲这个物件上受用，我有法度甲下一代讲话，我用这个话，我有法度甲下一代沟通，我。有法度传达，我要传达的价值观。啊，你感觉讲这个物件足宝贵，你把你生命内底上个 precious 的物件贡献出来。我爱聚会，我是愿望的 interface 是这种的。但是，我来了解咱家无咧做这个代志。哦，我来了解咱这个团队无做这个代志。咱这个团队若有做这个代志，才是我要参加的。哦，咱这个团队就是讲，你把你生命中你上个受用的。记得你中心的信仰，你认定讲这个物件有法度甲世界交流，有法度甲下一代交流，你甲迄个物件讲出来我听。啊，咱大家拢来贡献这个物件，感觉讲哦，我因为有这个信仰，我因为有这个相信，我因为有这个愿望，我内心足快乐的，我有法度甲下一代讲话。哦，安尼。当时我甲赵春兄拢会分掉，啊，都怎啊想想想，我想迄个宗教，我是感觉讲是着讲，你讲的将心比心啦，高分母听 compassion， 那这里 apply 的 universal 是 human， 啊，顶方拢听通，啊，这就是一个 universal 宗教，啊，不要，啊，所以弟弟咧讲。因为宗教的定义，我太多问，我想讲，迄宗教无变 ，just 伦理，咱即摆讲的是伦理。那你用伦理的时阵，宗教敢那是搁咧 search 这个灵魂的代志，迄个是变作伫咱基督教啦、海尔人啦、西方那佛教，这就是变作也是密宗，迄个是变作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啊，这你都家己去选择，看你安怎想想法。To me, universal 宗教就是 golden rule, compassion.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a question. 我跟你报一项啦，还有一项我不提起几落摆啦。还有一项宗教内底，会当每一个宗教拢会当用，就是无我。你无家己，你有啥物代志，你无 hold grudge， 你 let go。即吼，基督教、佛教拢有这个案例啊。我是感觉这个是真正在宗教内底真正有价值，迄个 center， 迄个 compassion love 吼，啊 let go， 无好做啦，尤其 let go 足歹做，到即马一直想讲要做，咱不一定讲逐个拢做。我就是希望讲，你若有信教的人，你把你 let go 的本事提出来，你讲出来，唔是干做尔，你搁讲出来，讲迄面来做。没哪会当做到，我就是安尼做到 ，let go， 我就安尼做到 let be， 我就安尼做到 empty myself， 我甲家己放下空。嘿，你是安怎做的？你迄个 logic， 还是讲你的迄个足紧的迄个变化？你的心内足紧的变化，还是啥物件？我感觉 interface 是咧贡献这个物件。所以你看，你去
什么种宗教，你去什么教会，拢袂紧。啊 ，whatever， 那你讲的台湾，你就讲你若韩国无教，啊，你就甲看做，就甲工作，就甲依赖。迄都唔是咱要爱。是，啊，咱即摆就是要会当后倒，会当予这个力量会当反过来，因为咱若继续安尼，咱台湾就是像头拄啊，吼，咱伊咧讲的讲，咱台湾即摆是撕裂，去用撕裂，去用这个议公公道的议题甲恁撕裂。啊，伫这个那共产党当然这是咱政治上无够进步的所在，迄个袂当公道的议题，啊，搁中央选举委员会不作为，也算无咧做代志，迄袂使无审核，迄立法院伊本身嘛不作为，伊甲顶届迄鸟笼公投废掉了，伊甲创一个公道是，竟然是拢无咧审核的，啊你某一个团体主张啥，就会当创啥物出来，结果。你拢完全无准备，予人伫迄天咧做公道的时阵，徛伫个现场，看规波，毋知你咧写啥。啊，用足侪时间咧排队，爱排两三点钟投一个票，起码是足歹。迄就是讲，你这个政治的做法根本就是咧撕裂，迄个政治的手法本身就在撕裂。甚至用一个较 paranoid 的讲法，就是讲，你这内底就是第五中队在做诶，你咧规个公道的过程拢是第五中队咧操作。这种的就是 paranoid。我的意思是讲，这规个是政策做法本身唔对起啊，互咱这个做法根本就是，那个讲你的交通设计唔对，你制造交通大乱。你交通设计呐不良，交通会乱嘛。所以咱这摆选举是规个设计拢是错误的。唔免讲台湾，几年前 Los Angeles， 咱 California。Proposition 8， 你哪会记袂？迄嘛是要并到迄个同性恋。啊，迄个时阵 Utah 摩门提足侪钱来遮，结果算了 Proposition 8就不过嘛。嘛，我真正去个最高法院判断，因为迄是违反人权。啊，因为即卖即个人权是认为讲你若生出来，无管你的 sexual orientation。啊，是啥？你有你迄个人权，所以你拄只在讲迄个人权是重要的啦。啊，我感觉我这个国家至少讲有建立伫这个人权，迄、那个法律顶权，唔是讲啥物人爱啥就啊去多数。我 personally 我是无赞成用多数决啦，多数决历史上唔对的例足侪。所以有 something， 我是感觉讲，有样 human right 是重要紧的，迄你一定爱保持着。伊即边迄个奥巴马创的迄个 affordable care 要变过，嘛是人权的关的，就是个 stop 嘛。所以我是感觉这个 basic， 咱这个 constitution， 重要紧的。OK， 廖生 ，sorry， 我今仔听大家伊在讲这宗教的问题哈。我的感想，看美国的历史，吼、哦，伫1621年 ，Mayflower 一群人对英国，因就要找迄宗教的自由。你想讲荷兰上太开放，所以对荷兰去，啊，发觉国兵嘛无容忍，所以走来美国。和美国的开国遐个方丁巴勒，我相信是足聪明。所以这国家已经存在到200年，虽然最近有44个 US 以前的 US 生理的功能已经进入，伊看这个右派太厉害了吼，这30%的人要甲这个国家的政治的制度要变，所以开始反对讲咱国家进入这灰暗期。方丁法拉因那时候嘛是拄着这宗教的阿舅，伊阵啊来美国的人。已经欧洲的宗教革命拢了，新教一大堆，意见一大堆，啊、哦，虽然无什么佛教、回教，但基督教就足侪意见，所以宪法规定足清楚，咱政治内底绝对袂爱甲宗教分开。所以咱拢讲，因为宗教是咱人的行为来带咱要行什么路，所以爱甲政治分开，宗教政治，即美国的第一条。诶，宪法相对来宪法，
包括是讲即款嘞，咱今日讲起来，已经人拢讲过。哎，真正你若去看迄 Jefferson， 他 Jefferson Memorial 伊在啥嘛？你无管到这个宗教，你也 accept 嘛？嗯嗯。啊，初期遐个人，加在讲无讲澳洲为了像较保守的提来遮开始，拄拄开始 Founding Fathers， 大家拢真开放，大部分啦真开放。啊，是加在创安尼啦。啊，一项予大家误解就是咱的钱，尽管 In God We Trust。这个 God 不是天主教，不是新教，不是，伊在讲的 God 是 universal 的 God。Yeah, Almighty。Yeah。